走了，回家小心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不可以啦，我又没有喝很多。好，小心啊。好了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玉安娘娘起床啦，太阳都晒屁股喽。玉安娘娘，围城刮胡子刮破皮郑瑜来向您请安啦。今个是娘娘23岁大寿，小的呢在此祝您生日快乐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庆贺你生辰快乐。嘿。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
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，如不留言请挂断，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一次。怎么样？有比上次还好吃吗？那你要全部吃光哦，不然就要负责洗碗。哎，我跟新源已经讨论好了，下个月我们要再去韩国批货。上个月的订单应该有超过300件。如果下个月业绩有达到300万的话，我就要回台北开店。
到时候我们就在附近租一间小套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好的。你干嘛？我觉得蛮好的。我觉得这两年我们过得蛮好的，一路上有你的陪伴，诊所现在也稳定下来。我们去过很多地方，逛过很多的街，也吃了很多的美食。不知道未来你还愿不愿意我们一起分享彼此，直到白头偕老。青青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来，我把你带上。知道吗？我曾经也站在这里，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跟你一样，看着下面的人群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。当时我想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说不定还能在另外一端和他相遇。最后，我没有跳下去，我是医生。我可以帮你，
我可以帮你。你也艰难。青青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